回答一下现在萨波赤犬几几开，一个是将皇之下第一人热门的人选，一个是大将最顶端的一个存在，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元帅了。烧烧果实的上任能力者艾斯就是死于赤犬之手，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海贼王的主题不是复仇，所以不管萨博还是路飞都不会找赤犬报仇，所以说即便这两人有这种恩怨，萨博也不会跟赤犬打的，也不会去找赤犬打。但是具体的实力他们俩现在几几开呢？萨波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，一个海王世界冉冉升起的炎帝，赤犬是岩浆帝。博克伟田在 SBS 之中可能也说到过，岩浆果实是烧烧果实的上级，但其实绝对强者的对决恶魔果实只是增色，其实还是得靠霸气。那萨波的霸气又是特别猛的，烧烧果实对上岩浆果实的不足，我认为萨波以霸气的能力可以弥补很多，但是绝对战力他现在不可能超过赤犬的。具体几几开呢？如果是加上萨波现在太让人值得期待的潜力部分，甚至可以拔高一点萨波的分数，我觉得是 3.9 比 6.1， 萨波 3.9 赤犬 6.1。